那这一支就是具有国际鉴赏力的一支那个国际级的纪录片。花纹海豚在海面上穿梭追逐竞争求偶，超近距离拍摄，所有互动都拍得一清二楚。小小海龟奋力向前游，奔向大海寻找生命的出路。那只鲸浮上水面换气，与镜头近距离接触，水下场景透过 VR 技术带着游客进入海底世界，一探究竟。震撼场景仿佛就在眼前，让游客忍不住左顾右盼，伸出手试着想触摸。基隆海洋科技博物馆以 5G 创新应用为主轴举办特展 ，AI 技术鉴定生物类别，戴上 VR 头盔欣赏专业摄影师的水下影片，还能看见海底鲸尸影像，近距离观察神秘的水下世界。鲸豚它在一个投影机上面的一个拼接的呈现，可以有跟民众有更多的在定位上的一个互动。它可以透过说你所手动位置呢，跟你的投影之间呢，能够做一个不同的一个展现，利用了这样一个斜面去呈现出整个拼接的一个效果。展场上头也藏着小小的设计巧思，透过 5G 技术感应人潮，小小鱼群围绕着大赤鲸游动。NFC 手环靠近感应就能解锁答题，一共八道闯关游戏，大小朋友一一过关斩将，学习海洋知识，把握暑假尾声来海科馆走走看看，边玩边学，了解丰富的海洋生态。华视新闻郑佑谦、洪熙与沈丽荣基隆报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鱼，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